啊，看有偌济人，我们对外不公开，干那迄个州长提迄几个遐人吼，搁再一摆迄个高级班呐吼，迄个搁再一摆培训，迄就是啊，州七月份到十二月份的迄个预算吼，爱开始写，啊，刷来就是内阁爱开始写，啊，各位有时间。即、这个咱上课时阵吼，礼拜六是礼拜天吼，你应该倒来，吼、哦，含咱的内阁，含咱即个成员吼，多多接触。即个即期吼，三十三期的礼拜六吼，有一个真特别人，叫做许荣奇。许荣奇呢，伊要来报告迄个药白啊阻挡，哦，啊，大家当来听看卖啊。伊是时间是礼拜六，就即个礼拜啦。诶，即个十点到十二点，吼、哦，欢迎各位吼，啊，转来咱来会馆来听看卖。那各位有啥物问题哇？可以做临时作业。麦克风。宜化东洲文政团，我有一个问题吼、哦，可能大家嘛拢深深的感觉，咱台湾人暗时啊，有咧爱去踅夜市啊。啊，这个夜市啊文化吼，国民党、马英九，鼓励夜市啊改善夜市啊，结果就是毁掉迄个夜市啊。哦，啊，伫台北市有真济夜市，哦，啊，我想讲，如果民政府若执掌，这個、夜市啊文化爱安怎样啊改，啊改好，有变成有一个所在会通。做生意的所在，啊，莫讲那个夜市的两边路，拢去甲画双黄线，车有倒摆随停随开单，车随开晚随开单，啊，变惊无，人客嘛无法度入去内底买物件，哦，啊，这是我的一点期待，多谢大家。啊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当然咱爱好啊研究啦吼。我甲去日本看人个夜市，做啊足精致。当然，咱将来一定爱做一个管制，就是讲你若无停车空空间，就袂塞入去车。台湾个车辆有够济，啊，特别是渐渐吼，咱个国民所得特别降2万块，这个情形之下，咱个。我的爸可能就渐渐爱来限制伊个行驶个空间。那像讲这个台北市中心是来无适合有我的爸进出，因为我的爸迄款个废气毒素吼是汽车个七倍，咱做一人会得气噶，因为空气污染足严重，就是讲因为这个汽车排气还有摩托车排气个问题。啊，所以夜市嘛，同款夜市一定要好好整顿。我去看迄个孔子迄个夜市吼，啊，我足赞叹啦！伊是吼足精致啦，还有停车空间，啊，每一个即个伊遐开店吼，夜市遐店吼，嘛拢清气呢呢。无像咱讲哦，凊彩吼一个水桶就伫遐咧洗碗啊，一个水桶洗几啊块碗洗，洗干咧拢无清气嘛，提出来用吼。所以讲，咱个夜市啊吼，卫生设备是差唔多济，足济啦。啊，停车空间嘛拢无规划，所以整个个中国文化来个台湾拢凊彩。咱个话去纽约，伊车窗甲伊看好个，后车拢垃圾掠掠，头前看起来原本是足好看，但后边拢迄臭水沟啊，拢垃圾掠掠。当然，美国。诶，卫生官嘛，去检查，但是你食品的时候，你若无打上去，伊就无法度做真严格管制啦。就相对上，伊后边臭水沟，伊也有臭水沟的，也有一寡物件垃圾。啊，纽约就是安尼，美国人管得遮严格，安尼过咱台湾夜市甲咧一般迄个什么面店啊啦、食品店啊、面店啊、食品店啥吼，拢啊杂杂吼，面店啊啦，是讲蛋啊、食的蛋头啥吼。拢无卫生啊！即不但是夜市的问题，就是讲即食品管理的问题嘛，足严重。所以咱台湾人该先是，若分清楚一个条件的，还是讲若有啥个细节条件的，即太严重了。所以将来咱
卫生局啊，这种食品管理、食品的管制拢真重要，拢爱严格来处理，这问题是真大啦。啊，我唔知要其他人三问题，临时动议啥？阿星，何志远，太太那个陈念林陈教授咧讲迄个代志哦，我感觉足感心的。过年美国八天哦，甲美国人做伙生活，人确实哦，人因足实在。无像那些受中国文化教育哦，拢真凊彩。我足好个仔，我一世人毋捌做着好代志，干出来就一个好报。阮某甲何志远妈妈足共款，绝对袂使凊彩。哦，所以讲囡仔行为拢真端正。啊，我本身我嘛变做无端正袂使，无端正我挨骂。哦，我嘛挨骂，嘛像何志远挨太太的骂，你是挨妈妈骂，不是挨太太的骂。哦，所以就是一定爱做端正。我们这就是进步效应来有的。所以咱即摆开始学习进步效应。所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爱做端正。啊，那安尼就是贪污腐化。哦，安尼就是贪污腐化。咱这個社会中国话因哦，变成变成非分之想，拢是要提不应该提，哦，提不应该提，跌不应该跌，这种是不对。咱来讲能改，作为民进党的话，咱真正哦，爱这方面爱加强建立自己。啊，对一般来一般民众来讲，变成一个表率。我就感谢陈院长这个故事，感谢。哎呀，有其他临时动议无？好嘞，来，你郭龙留心。我迄个都做回应，我吴先生也讲的吼。我若是外口风景区吼，看到遐咧摆摊贩咧卖物件，伫路边、公路边咧卖物件，夜市咧卖物件，其实迄拢是四个入口。就我目中看，迄拢是四个入口。啊，因遮个中国人，因为因食好做人好，因领好领咱的血汗钱。搁食还搁享受啥物？视觉上搁爱搁整齐干净，你根本毋知影咱台湾人无领救济金，就何志远讲，无领救济金就惨，就惨死了。要讨一个生活基本权利，伊就要来剥夺。哦，所以未来大家啦，即阵我是希望一定爱对遮路边遮个摊贩，我想讲迄是拢甲共款，拢咱兄弟姊妹，拢四个字头。即第一点我补充说明。第二点，有关咱个原住民。你著讲先讲个吼，是咱台湾个山区，咱台湾个山林，因为咱台湾个地质是属于足年轻个地质，所以台湾个山内底若落雨落超过，短短时间若超过900公里吼，差不多就是毋是会瘫痪，就深层滑动，啊无就是土石流，这一定发生个。啊，安尼咱个深山个公路建设爱受水资源。随时咧公路建设是安尼建设，拢踩断脚。踩断脚的好处就讲，伊会去切到咱个山坡地的坡地个坡脚。啊，不管是顺向坡还是逆向坡，你若无去切到规排啦，伊个坡脚切断哦，台湾去切断哦，伊就会变变规个出山。所以你若用脚咧垫住哦，你局部的伤害着坡脚，规个山伊袂滑动。啊！咱台湾的山的公路的像做事安尼吼，都拢行入去顶安尼走来，安尼，互咱台湾未来的这个山的道路建设会有块土石流，是塌方的程度会减到较低。这是我的建议吼。我像即个中华民国伊讲，要做行方便就是沿着这个山里骹走，迄绝对拢一定会翻山，好难落山岗就翻山。谢谢。哎，多谢郭龙老师这个补充啦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咱知讲，足侪人咧摆摊的吼，拢是就是隐藏性失业人口啦，因为无头路、无工作，所以真侪人啊，凊彩摆一摊，啊来趁一几百元安尼生活，这当然拢咱的兄弟啦，咱的姊妹啊。所以我若拄到迄吼，买单产袂使支持，我咧种菜吼，若讲哦，伊单产来到阮家头前，我拢甲比。啊，我妈我安尼着种菜，你搁来买菜，我哎，我生济岁啊，恁来斗消费一下呢，哦，减轻伊个负担，袂较早变食暗顿，袂使。即种爱有同情心，当然，所以咱咧，将来爱有合理的管理啦，吼、哦，爱家制度化啊，合理的管理，
回毛金花红人家，啊，这是咱的作风啦。我看今日到这所在，差不多吼，交问题无？啊，过去酒店迄个收钱吼，袂当伫今日分落去，啊，袂去分那个下端去。对对对。哦，不要今天发嘛，各所的州长。不要今天发，拜托。啊，你看有其他的问题无？要请，来来请。我是想要针对吼，拄则咧讲迄个预算这部分吼，咱即马开始要去试即个，要试开始来。你先介绍你啊。我开始来，我从美国回来吼，啊 ，B C 遐跨联发副主席，啊加遐有几啊，咧王生啊吼，伊点点，伊讲唔嘛讲，我即阵就回来，回来有这机会回来去台湾的时候，看看有这个会议吼。啊，唔好怪当，未来个差不哈。啊，所以我那借这个机会，啊，甲大家请安啊。比如一定交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咱有固定有一摆一个座谈会。啊，伫内然后咱尽量邀请较侪人，会当有机会来认识咱的这个论述。啊，伫啊，啊，唔嘛讲较侪人会当来申请咱这个台湾这 ID 哈。啊，第二所在是吼，我那有。啊、哦，是最近这个刚刚我伫圣雅路嘛，就刚刚在这个办一个座谈会，好、哦，啊，简单甲大家请安，啊，真正是机会讲咱伫台湾遮，遮先拜，甲咱真拍个，是啊，为着咱台湾咱行一条路，啊，真正是我伫 B C 上看到讲，真正是是咱台湾一个足大一个地方，啊，大家都继续加油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下面吼，我简单就是讲从我的一个问题哈、哦、来提出，针对。预算这台车吼，因为咱过去咱无安尼做过，所以我唔知讲咱即马开始要做的时阵啊，除了拄只。